大家好，我是导演林君阳。茶经是一个讲述1950年代茶叶商业贸易的故事。我觉得茶经就是在讲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，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宏图伟业，说要去改变世界。他们想改变只是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族的生意能不能再好一点。40000块，360000，变作新台币90万。三台车变种机啊 ！Tea from Taiwan is no longer competitive. We won't be making an order this season. 我觉得这是一群小人物在面对那个大时代，努力走出自己路的过程。全台湾的茶产量只有全世界2%，总出品牌。面过那一批茶啦，眉毛沙洲出 Lipton FM 20亚洲百年大品牌。你有办公呢？茶经在讲70年前的人在随波逐流，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也在这样子的大时代里面在随波逐流。你在看茶经的时候，感觉那是先人的故事，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，你会跟现在的自己其实有所印证。The Oriental Beauty Tea is most precious, most difficult to master. Today comes to you. Please have a taste.